做的这些只是为了让我不裁员？那为了让新老板不裁员，这个呢却引发了一场误会，也让我看到了老板的另一面。我们家小雨姐，你脸色这么差，眉梢掉钱了？怎么穿啊？跟乌鸦嘴。哦，哎呀，昨晚熬了一夜，跟我男神打榜做数据。那你懂什么呀？体验一下，这款既能改善肌肤，又能去皱纹。上一仗我气色好了。大家静一静，跟大家宣布一条消息，因为小鱼的原因。苏总决定取消裁员。此小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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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鱼，小鱼，你到底怎么说服苏总的？我招小鱼进公司的时候就讲过，小鱼不是一般人，好吧？那加班的事儿是不是也能谈一谈啊？啊，小鱼，你看大家最近加班都挺辛苦的。还是无故加班，有些事儿啊，明明可以明天做，非得让我今天做。对嘛，还不给加班费，就这么明摆着的剥削吗？可是就加半个小时。小鱼啊，群众的心声也是要听一听的嘛。对呀，小鱼啊，你也给苏总透露透露。怎么成我的工作了？哎，不是，你们把他当什么了？公司的中流砥柱吗？他当然是公司的中流砥柱了，而且还是我们的主心骨。那我试试吧。这是莉莉的抗衰老神器，她自己都舍不得用的呀，现在要贡献出来给你用。人只要能为集体贡献，就会有位置。加油，推门进去就好了。我会打扰苏总吗？啊，来提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哎呀，好紧张啊，根本没办法开口嘛。哎呀，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应该先完成一下工作，假装汇报再过来的。哎。丢死人了，古灵精怪。哎，那我也叫上小鱼吧，他最近辛苦了。哎，你叫小鱼干什么呀？他根本不合群，你叫他不是多个冷场人吗？他也在慢慢成长。小鱼这个人吧，没有多少坏心思。你把他想的也太单纯了吧？我看他就是有心机，故意搞反差吸引苏总，想攀上多金又年轻的男人。哎，他有什么能力指挥老板呀？上次那纯属他运气好，你看他这次可能吗？哎，走了走了，叫他，看不起我，我偏要证明给你们看。怎么了？怎么样才能说服老板？说服老板啊？嗯，明白。跟老板提要求，除非你特别重要，否则……否则什么？有了。冷井茶，喝一口，男人就会像眼瞎一般，不仅看不出你是裸妆，更看不透你的心情。喝两口，钢铁直男便能化成；喝三口，无论什么样的男人。都能巧妙地保持住自己的弱小、可怜和无助，一声哥哥，所向披靡。不过，像你这么喝一瓶的话，这
This is a dream, getting the royal scar, holding a diamond blade, throwing it far, holding your breath still. You join the fight. 小哥哥，最近工作很辛苦吧？怎么瘦这么多啊？这个人设一定要小心点用，不然杀伤力再强。丽丽啊，最近辛苦了，来。This is a dream, getting the royal scar, holding the diamond blade, throwing it far, holding your breath still. You join the fight, we'll just sit and wait till. 组长，这么辛苦了，怎么能让您帮我们倒咖啡呢？以后就由我来帮您倒吧。好的呀。是小鱼，我就知道你有心机。这是要变天了呀。终于可以休息会了。你借我把伞吗？上来。不是。上伞。你是不是感冒了？你带你去医院。我没事，不用去医院。我身上太湿了。我还是下去吧。哎，算了，我家就在附近，跟你回家。你先坐一会儿，我给你拿个毛巾。谢谢。要不你进去洗个热水澡，别感冒了。谢谢。浴室是在那儿吗？我来。苏总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